个作品其实就像我们平衡时代所想要强调的网络化这件事情一样，它其实是在我们利用电流或者电线这件事情把所有的不同的物件给串起来，然后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前面有一个互动的 sensor 感知装置哦，也就是说当它亮起来的时候可以来引擎来按一下就是它有两种互动的模式，一种是按一下按一下它就会对，有一种模式是你按一下它就整个一起动，然后另外一种模式是你按一下它会特别随机，对，